李安安，观察西，可疑的香蕉摆在路中。谁送谁上西天？讲话讲清楚。可怜狗。刚不小心按的，不用对他们那么狠，骗他们就可以。送谁上青天？可怜。找小虫子，这些装备需要虫子。因为我昨天跑去偷打。嗯，我的天啊！啊，天哪，又是这个季节。哟。然后昨天乱逛，其实我昨天有去偷打一些人嘛，所以我身上的装备现在变多了。然后我再找一个洞窟，附近我因为我所以在找虫的状况下，看到这附近有一只兔子，但兔子就在这边就消失，然后我找不到洞窟，在意水里，水。在那吸，哟，哈，好子。有解决掉那只大黑色流星吗？后来有找到他吗？解决他吗？辛苦。反应有点慢，哟。再继续，昨天有偷看一下，要去找那个人。
被喷死了，太好了，缓迟缓的是最好的。我前一阵子就是因为那个哦，有可能就是清那个消毒水喷下去，全部都跑出来，很可怕。那个、早上都超可怕的。庙口这边常常有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也会这样，时不时会那个消毒道路，然后他只要喷完那个。洗完那个道路，那个蟑螂就会那个会大量的，它就会大量的发，就会有某几天早上会特别的。哦，真的、哦。哎、欸，因为可能在庙口附近把它们都长得特别。他在这里面，对不对？在这里面。哟，我是有被停在过背上，超恶心。看到人了，绿洲水。哇，他的胡子出来了。咋了？压价的。他过了多久？我们也很久没下来了。我们也是很久没下来找他了。他也可以在这边过很久，也是蛮厉害的。挖完矿，再救他出去。挖完哈，他圆啊圆。我刚看一下那个，这还有个缝，这缝是可钻的吗？它只是一个水道。来过这，哎，怎么回事？嘿，原是来过的地方哎。那是来过的地方哎。哎，别跑！让所有人的大绝都开了。在这里水井啊，这边是不是可以通到那个阿卡拉？
在附近，他根本没有跑很远。被吓到了鸟。来了。水井而已。啊！哦，一颗球。哼哼，哇！哦，我该不会要搬这颗球？嗯，到小镇里去。这颗球我还没有解它的支线呢，我要先搬过去吗？还是我就先，我还是要先开支线任务吧，不然搬过去也没有用。那它会回来。我要去拍那个小镇照片，对不对？还没去拍小镇，就是那个弟弟的那个四张图。长得像这个石碑的东西。在这个地下街里，应该不会埋在沙子里吧？可能吗？哦，可是那好像是之后的事情吧。主要是要拍照啊，找到了，用这个吧。没想到我的兵团上还有这种用法。在它融化之前，都可以藏在我的袋子装备袋里。跟有关的石碑，哦，还有三个，它这底下应该就不算了吧，对不对？在这底下就算了，山谷。这里有一个啊，因为地图的路办法。
算了吧。嗯。哎。嗯。变英雄杖。获得力量时便可跟真正的英雄。嗯。那。啊。哦，我还有拍到吗？可以炸掉的吗？在人家开，在人家家里开炸，人家开炸，有哎、欸，居然是这样吗？对，就是七个石碑上面那个是七个珠子嘛。要炸人家家里。嗯。诶。嗯。英雄心悸耐悲动容。嗯。诶。啊。哇。哦。哦，可以换个诶。耶、yeah, ，顺便。二排第三颗。被林克真的好正哦。这怎么？这找什么？啊！啊！秋雅好可爱。好了，维达怎么了？爸爸，爸爸，好误打。宝物在哪？偷偷看他们藏在哪。为什么？偷拍。阿克的妈妈画的沙沙好像可爱，妈妈沙一样。睡觉附近，那也像一模一样。什么啊？太可爱了吧！这是城市地图吗？爸爸，妈妈是那个宝石商吗？还是说是那个秘密商店？那床还有那个哎、欸，还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哎、欸。这是个珠子吗？这里有个珠子哎、欸。耶，他就躺在那里耶，他在监狱旁边，然后记一下，他在监狱旁边。刚来的路程上，好像有哦，疑似有飞的地方。下去，哎、欸，
服吗？哦，是藏在那里的意思吗？发现了，就是我的了。先把它拿下来放在这。先集中过去那个，一个放在休息室，一个放在。啊！不要乱来，就我放下。那休息室，颗，那颗。上去了呀！嗯，在监牢里，牢狱里吗？哎，这里有一个。行吧，牢狱直接可以通出来的。意思。哎，钱呢？钱呢？有人藏谁家在这里面呢？等一下，塞卡被我砸烂了。不好意思，你的私房钱在这边有点危险，我帮你顾一下，帮你顾。那上去应该是监狱。果然，好，放我出去。球，这里有球吗？这里有球吗？帮他找他小孩过来吗？他小孩就是阿克。他行勾玉吗？这个，哎呦，我今天找到两个了。啊！
可疑的沙子都要删一下。沙子呢？我怎么把阿克雷特跟爸爸相，刚跟爸爸相处？天花板还差一个，你下街。这个石碑是在骗人的。你在哪？是这个吧？这两个。这也是散不开的。没事，找东西。下水道吗？哦，地下水。感觉上都回地面了。嗯，
算地下街的范围吗？是不是有点远了？他回来了。岸上在那个丢垃圾，我找到了。在阅读这封信，就是我命运中的魔力，我是命运中的。阿姨，卡列邦，列邦的瓶子，他用赌的赌一把，这样子找他的那个命中注定。还在丢欸，英雄我们怎么我一直跟他错身而过吗？他说恋爱教室这块是欸，居然他要他还要居然藏在这种吃了吧。嗯，玉林沉睡于格鲁德地区。嗯，对。欸，嗯，经济耐制被动。那是七颗球吗？
怎样？我要运着球到那个手到那些雕像前面这样子。我的妈！发疯啊！这是大型支线任务。可是这样子代表还有七颗球哎、欸，是吗？这里一二三四五颗球啦。啊哎、欸，这只有五颗，外面还有一颗。外面四级，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知道知道，但是，对，就只有五颗球咯，没有七个，因为，哎、欸，是七个吗？一二三四，还少三颗。哦，它本身可能有球在那里吗？可以了解。哎、欸，可爱哦，太可爱了吧！可爱哦，好可爱哦！我要把球运出去，重点是。球全部都粘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用救急手带出去，这样子。哦，地下街。然后球不放在他的面前就可以吗？我以为是要去那个耶。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吗？嗯，嗯，本来有多少，大多找到了啦。那神谕就是先预言他手上那一颗。一颗一颗搬就对了。那个是勾玉型。嗯？啊？干嘛？哇！哎，我以为他要我搬到沙漠里面的英雄手上，知道吗？因为上一次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上一次就是这么干的，我要去把那个大的石头球放在沙漠里的英雄的手上，而且那个英雄像都很高，我们还不能用通天术通它哦，我们还用其他方法，就是想办法把它放上去。哇！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通天术，想当年开始那种老兵画当年。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确已经有几颗球在，已经有几颗球在手上。我忘了是，好像不是球在手上，是放在盘子，他正前方的盘子上，就是他有个圆盘还是一个位置，这个凹洞之类的，你要放在那个盘子上。嗯，呱呱。哎、欸，嘻，现在真的，他有眼镜哎、欸，哎、欸，现在才发现他有戴眼镜。他那个球爆炸大了，那个上一代的球
石头球就跟那个那种关卡的那种石球差不多大。我走这边了。看起来好可怕、哦、被砸到感觉就是我上不去啊，那有吗？三颗先放好，我记得有一颗是不是在那个啊，在女王的房间？红到。球在那个啊，在训练场。地方可以踩踩水。爬不上去，爬不上去。Say wave， 呜、哦！要给他吃一个水果。好可爱。谢谢。
能也还在地下街。0047感觉是在地面上啊。47。现在是43了。他在那个方向。晒到了，居然有一颗，差点就要砸到人。刚那个坐标不像哎。偷听啊，妹妹。小心在路上晒到一个坐标。高度不一样啊。我的兵，我要再做一个兵。
个不能做冰出来是不是？阿里可以做一个冰出来，要一个池子做冰。哎，我看到珠子哎。就看到一只珠子，但这个坐标也不太一样。谁的？哎，是提克。起吧，阿妈，你的那个求偶焦虑。三五啊！的宝物可不可以？啊！这是晚上吗？然后现在在这里。玩什么？一决胜负吧！我下战帖，一决胜负吧！这个感觉是长大也会超级正的啊！洞窟。洞窟附近。那上面吧，监狱口附近吗？还是在水的那边？水里吗？呜！没有哎、迷路，重来重来。往洞穴的附近。是往要滑下去。
边是这里吗？忘记这条路。不是。哎，突然失去方向感。啊，找到了，找到了。好，林克，林克，不要这边拐带小孩。嗨。那边是不是还有颗球？我刚看到那颗球嘞。那好像也还不是在那个坐标上哎，扫描刚好看到，他都被取下来。失去方向了，后退后退。都一直忘记是要从恋爱教室这边进来。还是给我西瓜、欸。圈圈。啊，再找一个，剩就剩。刚刚那个之后就剩那个了，卡拉卡拉四级那颗了。海象给坐标这颗哦，这颗最后才找到。好，这个洞太小了，每次转弯都没看到它。剩下那颗球，卡拉卡拉是
天，光是推这个支线就要推大半时间了。我把球带走了。出海象。拜拜。我太我的大声欸。海象在哪里啊？外面吗？我要冷死，我要冷死。我要冷死。然后就自己回去，好喽。右边吗？心头，小心头。嗯，那这样会不会挡到那个？不要过来，动！哎、欸，那边有只兔子。动兔子过来。到了。嗨。哦。你穿的还没好吗？不准博弈踏入我们小镇。哦，我家多好可爱哦。哎呦，我的雪橇差点砸死他。
人事故啊，就大哥啊，一颗吗？对对，第八个，八个是隐藏的一种像。冒出神庙之类的，但想说楼上一定有神庙。八哥旁键盘的大宝珠将化为开启道路的钥匙。第八颗。我已经解开了，那我没有这颗珠子是要搬过去的珠子。如果照他的说法，我们要把这个珠子放在那个圣域入口。可是好像不太一样哎，跟我们上次发现的那个生物好像不太一样。看一下它标的位置，那个石头。对啊，我们上次发现的那个英雄雕像，好像是在这，在峡谷这里吧？他是叫我现在是要我们搬到这边来，所以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珠子现在出得去吗？他现在。它是出得去的吗？哦，它可以从这里滚下去就可以。妈，微妙的这个球都出得去哦。我现在把那个球带到圣域，是要从那个密道滚下去啊。
这些东西挡在这里，我求出去。两个沙堆里面应该不会有东西吧？对啊，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地上还是地下，然后这个球他妈不给我出去啊！他们给我暴力破坏、欸，刚刚给也是地上是不是？他现在是要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以那个地图，就是有个蜥蜴的遗迹，可那边有蜥蜴在的遗迹。重点是我有办法用这个，然后用叫沙象帮我过去吗？因为我觉得我的车子啊，觉得我车子带不动，应该是感觉不沙不开车不行，失败。老板，能载得动这个吗？先搬到这里来齁，不意要叫大车。我有公布。他去哪？我的球滚走了，滚到一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了。他一路向，嘿，你看不到他嘞？我看到了，到。吓死我了！他拖得动吗？我这样会不会被指控虐待动物啊？他拖得动吗？这个。还有你把安娜塞。是哦，就嗯，你看他，好够。你忍心吗？我已经加速了。哎，他无法加速哎，这就是他最快速了。然后那旁边那两只在开心的吃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哦，还很忙哦。他居然载得动哎、欸，我要哭了！我应该开大轮子的车的，应该虐待他。他应该这一趟玩就直接那个会放生我了吧？翻车啦！
哎呀，翻车了！他是不开心的。他是不是不开心的？我们的 Uber 司机是不开心的。放过他的，剩一段路我自己走吧。他是在地面还是地底啊？已经到了。底座了耶，来去过一下，过一下。哦，原来这边这个才会开门。向北，之前有从旁边的从洞穴下来过，然后就是这里关着下不来。又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不要这样吓人的。
头了，过头了。感觉上，这里掉下来哦，啊，往这，闹声音。那个打开来会有那个，啊，这个打开来是什么？我看一下。哦，有剑，躲不开。Surprise 的这个状态，那里面会有东西吗？担心。没有东西，再放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要把我的兵团上给做回来。满了是不是？我的阳光花999了，哇，差不多又要去地底探险了。到
哇，有很久以前，宙斯。强大八一们，我的七，来自异国的最后一位勇者现身，将力量合二为一。德鲁德，哦。就是林克了，是林克吗？反正这就是哇，300元，无与伦比的幸福，无与伦比的幸福哎、欸，第一次拿到，谢谢，谢谢，谢谢，哦，拿不了，谢谢。东西都满了，拿不了。反正就知道这里有武器。看一下这里，这里进来还要花一点时间。是啊，这里进来还要花一点时间。想要做七宝剑，但七宝剑好像不是这里拿得到啊。我现在有盾，太阳盾。不是格鲁德盾，格鲁德盾跟格鲁德匕首哎、欸，格子不够多，没关系，先标着。这样的话，这任务是就不解完了。哦，解完了，先回传回去跟罗丁讲。查完了，来了。哦，诶，宝箱超远。诶，诶，联名发表，你好，林克。哇，都是同一个人。谢谢啦。奥萨克联名，不是他的那个，不是他的那个，他最好就是论文上面要就写重要那个著，重要的那个研究著作，给我标上去，但给我钱，但是要的。啊，我要怎么帮他？把箱子叠高一点吗？啊？啊？快点走开啦！找不到的啦，用找的，自己最重要。怎么了？
假装没看到。对不起，白目直男一直要搭话。有吧？有吧？哎、欸。爸爸，我喜欢就是林克跟他们就是营业打招呼，那个。办法解到他的那个，啊，这就是秘密小店啊！巴萨，巴萨，啊！哎，你老公，你老公在？我要怎么跟他讲？你老公在那个老地牢。沙巴沙，哦，沙巴沙巴。啊。啊。那呢？我怎么让他们相见？哦。NPC 都碰过之后，再去回去找那个。晚上的音乐好好听哦、喔！晚上的音乐好好听哦、喔。钱吗？不，没钱了。我自己才通得了的通道，来去自如林克。酒吧在哪？我找到秘密，秘密四店，但是还没找到酒吧。以前的酒吧，我忘记酒吧位置。巴萨，嗨，那酒吧在上面啦，来了，再去找。
找人家太太。哦，那是后门。我还记得秘密酒吧可以偷听。嗨。啊啊。啊。好。来一杯。哇哇。啊，谢谢我的特条。啊，一碰上遇上博弈，谢谢。而且一股热带风，从 baby 到爸爸都可以。从 baby 到爸爸都可以享用哦。这个童音很厉害耶。啊 ，baby 是小孩，爸爸是老太婆，像我吗？呵，哦，哎，我怎么就突然跳进来了？朱光远正在人家面前听他们那个大说八卦。以前啊，他不给我们偷听，我们还要跑到这里来偷听。罗丁和林特以前就是要站在这里打听的。嗯，哎，林克哦，我听了才吐，轻松搞定，好可怕。你刚刚怎么不说呢？这 clap 呢？刚刚走错边了吗？你 quick clap！嗨！嗨！行哎，所以就算了吧。他们都嘴巴讲讲啦，就是嘴巴讲讲，狩猎的。对他来讲，林克对他们来讲太娇小了吧？或许。但其实他们家本来就蛮高大的。呼啦。Hey, Vasak. Oh. 买，然后我想看哦。耶。我的蛮族头盔，我现在就是有蛮族跟还没有头，找个头，在
巴尼尔高。这里，这里，这里。有一个洞窟，哇，这边完全没有神庙哦。看，但是奔上来飞过来，感觉好像是这里，还有到很难寒冷的地方。冷啊，冷冷冷冷，呱呱呱！往这先飞起来。他射火箭过来是不是？哇哇，真的耶！哪来那么多火箭啊你？哎，错边了吗？为什么？嗯？这样。马上被转移注意力，我知道，我马上被转移注意力。
我先这样让我飞乌龟过去，我好奇那个东西。90度转弯。扭蛋还没扭过。有庙，夜光石组成的岛哎，对啊 ，blue 夜光石组成的岛哎。哦，那边有神庙调查，在这里有神庙可以解，让神庙抵住。这，哦，老鹰是，你要扭过这里的扭蛋来。来，阿恰，阿恰的时候到了。还有什么？哇！定时炸弹、弹簧、火炮弹头。抽到了吧？到了。他瞄在 A 头。石头在哪里？哦，上面那个是，上面那个是之前那个稻草。公岛，
通常那个上面有一只怪还没太没啊。也就是说他也可以等一下。他也可以这样哎、欸。哦谢谢你，可以直接这样开宝箱吗？这样开得了吗？哦，又是个地图。可以调整吧。哦，但是我待会还要来的话，要想回来的路。他这个就是要我四处走走看。去那边。志宏，好奇那边。没有路。但是等一下回来，感觉上这边的路比较通哎、欸。如果它从上而下的话，至少石头还可以从那个台子，好像还可以从那个台子丢下来或传回来吗？或是直接从这个？地方可控吗？好像还是得先过去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接过去左边。
我先我先这样，然后用台子把我弹过去，看看这样。因为我应该是完全没来过。那岛其实应该那边还有个宝箱。有事是先开庙比较重要，传送点最重要。底下有一个怕你摔下去之类的吧，他应该是想说他设计应该是这样子。回去的时候这边没有地方给你控的话，先没有地方给你控，对，所以还是得连到那个岛上。高度上来讲，它比较好处理。那一刻要回去的问题。哒哒哒哒哒，这个感觉上长度应该是不够到对面去的吧？微妙，感觉上绝对会掉下去。来，一个一个来哈，上去，来搬上去。把放到这树下，帮我过去嘛。要绕，叫你绕一段路这样子。安全牌，对，安全牌，也免得他就是就这样子掉下去。好，等我一下，马上过去。又绕一圈。Go go go！ 到了，到了。祝福吧，是了吧？又是了吧？旁边这个圈圈圈圈
圈圈的岛好像都还没去。老鲁的祝福来啦！竟还没破解，为什么山上那个庙是老鲁的祝福？他现在是我最大，现在是我最大的一个谜。哎、欸，耶、欸，还好了，还好、欸。啊！啊呜啊！你跑过来了！好，就是那边还没上去过。还没上去过，但这里也还没去过。还有可以弹射。上得去的吧？哦，刚刚好，刚刚好。鸡腿，啊，这里有那个蜂蜜小萝卜。看到的那个宝箱盖，看到了。掉下去了。在掉卡瓦利河村吗？刚刚有看到东西掉下来吗？大家，刚刚有看到东西掉下来吗？嗯，刚刚看到，我这样，左边呢？
觉得他可能要回去了耶。感觉他又回去了。我漂浮石可以接住他，可以放漂，不然我就放一个漂浮石过去。啊，不然我刚刚可以读刚刚的档案。有点久，不要吓我，我可是开飞航模式没有更新。看一下怎么打那颗呢？尖下去，放一颗石头在它底下垫着，这样子，搭一个桥之类的。是吧？感觉这里这个就是要给你来接的。刚好在那边没。好像有点偏。这里。好像可以哦。地下已经累积几个那个宝藏玉藻了。到那边去，哎，那些小鸟的树。下那个带红色蓝色飞，这到吗？这个不行就
就回到地面。高的地方啊，比我高的地方啊，到啊。红月了吗？欸、真的耶，有够亮。到了，快到了。它是在这里。亮亮的香菇吗？哇，前世草，兔子，对，我们就是在这里找的那个蛮族，蛮族服装。等等，红月来煮东西来了，饭来煮饭。要多少去？还加加多一点，哦，肉得加。好，烹饪。趁这时候煮饭。红月煮饭。煮饭听说就是会有加，有它会有时候的，如果你是加功效的话，它会加倍给你，加倍的加倍。鱼，例如鱼，海拉鲁鲁。饭好了。把食材分开，食材跟那个新的，再来一个。蛋，蛋，哦，
大件香蕉，大件大它同类型的东西只能放同类型，如果你掺其他的东西，它就很容易失败。就是攻击力的只能加攻击这样子。大剑雕，看这样可不可以？锋刃，哇！就是他那个红月是要不是等红月过，就是要等快要到红月的那个时间，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短时间内能煮尽量煮这样子，哎呦，就是他的这种特别效果就会特别高这样。如果你有，我是本来就有放三个特别的，就是三个不同的攻击食材，所以他才会一口气增加这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公料理。哦，对对对，好，对啊，我就等红月过我进洞穴，但在这个之前，能我的锅子能在这个时候能用尽量用。呀，我甩这么多锅子出来，除了煮饭就是单工料，你可以直接吃。哦，香蕉、banana。一般呢，来个金苹果，哦，来个 banana。对，我有大件鲤鱼，就来个海鲜水果餐。量烤海鲜串，袋子还够吗？那红叶就拼命做菜的料，做菜的那个铠甲，来个。哇，做出菜来，好，菜之类的，有什么机会？这样呢？干煎鲷鱼，坚硬干煎鲷鱼，开始。赤く染まりし月。OK。あ、見つか布莱德台石像是奶宝面宝不对宝密宝物成棉这样子哦他看地宝物，
大家看的方向不太一样，是三只石像多。感觉这样一开通就会是那个了。阿元，哦。在这么精彩的来了。该打喽，破烂！剁他，剁他！你们都太弱了，剁他！机器人。万把武器，耶！这还没用掉。白银的耶，有什么好？肉肉。上去，然后从这边下来，对，应该是下去啊。那他再来是到那里面，应该是要穿下去。哎，打住，奇怪事。上去，然后再下去啊！但是感觉上那边好像还穿不过去。
还没到。往下走，比较多的吗？三，还有猜数字是不是？哦，不同地方，这边是可以去找，那这里。一是哎，这样的地方啊，这两边是这样的地方。到了。进去。那整套穿起来就是。哦，在这。男主套。可以增强攻击男主套装。发现我了吗？欸、真的耶！攻击力是真的挺凶的。
绕回来了，就这样。哦，还有一个在这里。哇，倒霉了。那是出口。这里。然后从那个洞下去。哎、欸，等一下哦，这里直接穿过去应该。阿元，阿元。陷阱啊！看看你们的！哎！交给你们，交给你们！小弟，小弟，出门就好，出马就好。哟，哟，那回来。结果又是猴子，下有抗御攻势，跑回来了。哦，找三个注视的。下去，那个。
都差不多。这样，去。那个格子就来休息。今天就弄到这边。101间了，怎么要开101间了？那我们再。在看那个海莉亚边出现的哦啊，谢谢。嗯，啊，都看错了，是假的。哦，也好好听。Yeah.